谢谢大家，离他远一点，救救我！你们能不能把大海弹走啊？啊，老板来招呼招，我要留他好吗？我想要去世外桃源呐、啊，远离纷争呐、啊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！哎、欸，你这有新的、欸，真的太恐怖了，小偷军呢、欸？很多猪头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有就一个。帮帮，你是走多远啊？我想走不到哎、欸。哎，有这一定走得到吧？我上飞机了。我就这么，我就这么离开了啦。第三遍吧，我已经记得你了。大海把鬼载走喽。我就是摩天大楼爆炸时候会留下来的一个、啊，你记住啊，丁毅，你记住啊。我一定记得你了的。啊，我爆炸啦！善财的诅咒。既然刚刚没有敲哦，可是你们跑得掉吗？打开，把鬼还我！嘿嘿，我不要了，想要打鬼，要走得快。还有人在抢鬼，傻鬼、啊！把鬼还我啊！啊哈，溜了，溜了，溜了！来，我还被吓拼喽！来看一下该拿什么好呢，不给糖就捣蛋，万圣节啦，哎嘿，五点，哎六点，谢谢，你好像很大啊，你把钱拿来，钱拿来，三五七六一，哎呀小钱啊，真的都是小钱啊，跟等等那个要喷的比起来哦，都是小钱。好晕，红色的。你想拿啥？好，出发！哦，你要飙车了。哦，他出去了。哦。赫拉奇斯目标竟然是猪头，猪头，我要猪头人，今年的天灾又差不多要到了，小心啊，猪头人来了，丁丁快跑啊，快跑啊，大凯回头吧，回头，好，我溜啦，我继续向前。你也跑不远啦，大海。我就是那个阿拉巴斯坦的鸟人呐、啊！哎呀，招呗，鸟人。哎、你要、哦，我要跑啦！大海，你会裂开的。哎、欸，你这样照暗照吸不到我哎、欸，你再他们吸回来吗？没有用啊，会回到我身上啊！我先再拿个道具好了。嗯，鬼回到你身上，等下你动一格，你一定撑得到吧？算了，我就追着大凯啦，大凯总有一天会被迟钝的，我会追上的。可能、啊、追到了，拿到了，他追到了。我追到你了，大凯！不可能啊，见鬼嘞！我不是先跳吗？不可能，刚好也给我敲一个迟钝吧、啊，衰退还没事，没事，完啦！两亿的东西掉下来了，易大师的牧场，哎、欸，有什么追哥的美车不好？哦，你赚钱了、欸，易大师，你赚钱喽！嗯、你出去哪兒，丁去哪兒，在自残，在自残，你还敢走回来呀、啊、哎呀，买地吧，买地吧，完了、欸、已经三级了，哇，已经三级，
已经三级喽，丁义。哎，换我的战马场喽！输了，你又输了。可能啊，马怎样啊？赫拉骑士发作，漂亮！你又可以超级三彩。没错，疯狂三彩。好，你这三彩没彩很远呢。出去了。出去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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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猪头人。完啦，是吧？要爆啦！快又要召唤兽了吧？不可能，不太可能吧？嗯，不好说。农村万岁！啊，我先啊，我先好好的处理一下他们呢，看一下状况。你只要走回去，等一下你回头了，大哥。你只要踩回去就可以了吧？我一波回来的。哎、欸，他超过了、欸，哎、欸，他超过丁义了，你只要走回去踩丁义就 OK 了吧？我回来了，哇，这还太挺了，哇、哎、呀，我直接一波挺到底啦，哇，没问题呀、啊，我们这波合作回来了啦，我直接哎召唤呜，阿苏凯西大西。神盾还在哦，嗯，你想去吧，丁义，你在吧，苏凯，啊，苏凯，善财的诅咒，让你尝尝善财的诅咒，难不及了，死来了，你没胡啊，快投标，快投标，哭，哎呀，哎呀。没中啊！是啊，没事、哦、啊。这个鬼有点坑啊。可以，好遗憾 啊！你要不要再晚一点到？丁义总有一天会被敲到的。不要，你不要这样召唤兽了。你这样子可能召唤兽又要按喽。哎、欸，又赫拉骑士。哎、欸，那个，一只可以用几次？不然其实也是一次就结束啊。不然你等下，如果我真的没到，你可以召唤兽。来了啦，我再把你拿啦。哎、欸，不过到他又把鬼给偷啦。你不用是不是？你可以撑。不是，大头挺不住我。你可以用召唤兽，我有小偷啊，他的850亿可以变成我的啊。应该是对你没有用啊！枪枪！哎呀，我现在没钱，没关系，也没道具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啊。大凯，你别被我追到！哎，你不可能啊，这里要闪一套二的。算了，这边好像是处理不太了哎、欸。哦，两步。我在网上买道具哦。嗯，跑远一点吧，丁义，跑远一点。哦，买不到道具。去冈山 shopping 吧。冈山是没东西啊。哎，阿爸，你帮大凯接一下啊。王子，再飞回去东京了吗？赌命了是不是？我是觉得用骰子比较快啦，你这里要被叫回来呢。可是我也没骰子啊，对啊，肯定要搞去吧，去东京吧。你这样子走到一半又要被拉回来了。你说我在这边先待着，好，就待着，变大海的。哪看我买个道具一次冲到那边了？好，道具花钱。相信大海啦，我一定信。这条命，现在就是大海给的。啊，到了啦，忍住了啦，该按了吧。嘣嘣嘣嘣嘣！卷起来！
赫拉骑士。这里是有地方可以绕的吗？哎，是什么？哦，有希尔顿哎。哦，希尔顿哎。顿啊。啊，你想拿盾？不可能吧？会被埋藏的诅咒。希尔顿，哎，我家。给他拿骰子出。用错哦。69级三骰。我是谁？哎，我是谁？你是谁啊，大凯？谁？哎。你别走啊，大凯！为什么你要走这么远呢、啊？我丢了，我丢了一道具。哎，我去拿一个，二五四三。哇，第一次摆。二五，掠夺。掠夺的诅咒。哎，我的道具飞啦！不见了，你给你了。好、啊。哎，你可以冲啊！你可以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啊、是鬼道具店，一定可以冲啊！买这么多复活戒指，到底要干嘛呢？卖掉一个好了，我就把你那个东西借回来。好，一定要用啦、嗯，不用他要偷啦。嗯，你一定要用吧，你一定要用吧。因为可以跑回去吗？不然我们就可以跑。我跑走了、啊，他跑走了。可以，你可以到哎、欸。我直接喷，好、哦，你有救了吗？救吗？哦，大妈，到嘞！你想到哇，东京到了，我就找一家花了啦。好好，台场，台场很真的很有钱，台场真的可以。好，台场，啊！哇，你赢了，他把钱花掉了，花完啦，两个 IT， 买下 IT。我大凯，我你活了，我不会忘记你的恩情。大凯，你不会有钱哦，你不会这边用电视台后就忘了我吧？不会吧？大凯是谁啊？路边的乞丐啊？哎呦，不可能！我饿呀！哎啊！再一步，啊，你好像也没什么能走的了。哇，独角兽，哎，你这个蛋得用太多次了吧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你们那边打太久了，没有办法，不知为什么他不敲啊。他敲了两次，刚好都没敲到啊！鲁安吉，因为没钱了。哦，我靠，是哪一个吧？哦，开通了！哦，克雷姆林哎，我到不了了。喵喵，上台的诅咒，就一直敲大凯。怎么都把钱花完了？要是如果那个时候敲定义，直接400亿喷掉。哎，我要飞过去你那边了。啊？走嘞。别行啊！你到底在干嘛？没事啊，你道具很多啊，你不用怕，吃两个而已。还咬喽？你是不是长头发啦？不是吃了你一个非卖品护符、啊，还好吧？你今天疯，你今天疯狂的弄我，很怪、哦。非卖品护符，你不是也不想要吗？我帮你先拿着。哎，真的很怪。我帮你先拿着。我一半的道具都被你吃掉了，你有什么头绪吗，兄弟？你那个能算道具吗？非卖品护符、欸，哎，不是我原本。你吃了我一个岛屿护照，再吃了我两个救急三闪，然后现在又飞过来、哎，那个、都是小钱，都小钱而已。哦，真的是。我们现在先贴个加入我们，贴一下。哇、哎，报名表已经传给你啦，你看一下呀。你刚看到我们的真情吗？现在打稳了，打稳。
没有啊，只是狗会一直跑啊，狗一直在欺骗大凯。没有没有，我们的时候自我是在加入我们六百亿的话就掉啊。大凯，你看你这个回合直接要变最后喽。对，那个钱花不完的，你有危险啊。他到了呢。哎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叮。哦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我不是今天一直把这个点让给你，我一个点都没有到过。我如果想到，我就一直哔哔哔哔哔哔，你就不用到了。是这样子吗？今天踩了一个点，踩了一年呢。嗯，那也是我故意不到，我让你多做点事哦。不然我一个才用下去，我直接就到了。也是哦，也是哦，我觉得你讲的也是有道理啊。哎，大凯又有新的来喽。大凯，我想办法救你。啊！我怎么这个？这个、来，大凯，大凯不能用道具啊！要怎么过去？我怎么传过去？哎，搞到我家要没啦！哎，好坑啊！东京不是我和你一样那么近，你先到，你先到，我先到吗？你只能到啦，我跟你距离太远啦。哇，不是他们，你有看到光头啊？就在我们旁边，你们还想到哦？哇，六格哎、欸！好、哦，超近了！哇，你看你独角兽再亮一下，直接连到两个点起飞，欸、真的、欸。啊，我独角兽如果等一下用那个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独角兽没力嘞、欸，好累了。你帮他补啊，好了，进来借一下，借一下。哎呀，这个雪糕店呐、啊，我想吃冰啊。哎，你马上就要吃土喽！我大海，你是踩六，我去买道具。大海，你要吃土喽！你可以选一个道具啊，来，富豪戒指。嗯，哎，附身火箭。哦，你是附身。好几十，附身我就两个，站起来了。大海，你要卖产业啦，你还敢买啊？我不可能，他这不是靠乘数吗？怎么可能？哎呀，还是还好，这地就给了吧，不需要了。扣趴数啦，其实他这个甩到五就是善财的诅咒啊。哦，就五成，四次就四次，没事没事。有没有道具店啊？这里我可以过去，我可以过去。富豪戒指，蜘蛛一定逃啊！哎，三个哎、欸，就直接甩啊！哎呀，我就直接来吧。哎呀，我也只能走这喽。丁义，骰子继续省啊！我根本没骰子，好不好？你怪我？哎，我刚那个下巴，你有看到吗？什么下巴？尖尖的吗？啊，尖尖的下巴。你应该是很想拿那个吧？年度应该是白痴特别赚哦。嗯，我都赚了那两百亿啊！我是第一，大开七倍喽！你还记得？我们四个都那个。哦，要是丁义有被敲那个善财哦。他直接变乞丐，嗯，他这直接变乞丐，他直接跟我们不是一个档次的，慢慢转，恭喜三三，哦，没到了，哦，你捡起盾了。这么狠哦！师尊要把盾捡起来了哦，好扯哦！绝对不能让飞机帮的人拿到吧？你要去哪里啊？嗯，我也在想我要去哪里好。鬼怒欢，
海温刀。哎，温泉，哎，对，我刚刚肯定到了，就是要来这。呀，希尔顿，希尔顿打稳 ，OK 吧？OK，我现在有和平，哎，和平，哎，哭啊！我家没了，冲啊，大凯冲啊！一千万呢、喂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神神的来喽！哇，他也飞过来喽！没事没事，就让他过来，我看他等等要去哪里，我等一下就把东西丢在丁义身上。谁有道具啊？他们两个是不是都没有？都空着、啊。那个谁，大凯啊，大凯有来一件，借一下吧。要啊！完了。附身火箭。这我会拿到什么、啊？你两个都会拿到什么？啊，不对，哎，你要会拿好的吧？印象中。你信狮子王吧，他说会拿到好的，你信他吧，他说的是对的，你不信吗？你不信光头帮吗？你信了吗？是我会咬到他们啊，我会把你们两个都咬死啊，我记得啊。你别再接近我，你真的不要接近我，东西快被咬坏到基德啊！捡走一千万。我基德已经不知道吸几口了，我的怪永远。我今天踩五行几乎一定到，看到了。我等一下要一直跟着丁义啊。你要基德哎、欸，基德可以加盾吧？哦，我可以吸一下。哎，不不，基德怕不用啊，吸不干，吸不干，只能慢慢破。骰五的行，那谁骰五？一百五，你借钱花。联军，给！怎么在我身上啊？啊！哎呀，借钱花。这个真的好烂哦。他也不太容易让你爆炸，大概。哎，我这也太远了吧？路跑。羊咩咩，我，那谁？那你感觉没有人去过哎、欸？旁边误导了，旁边误导就是金色的。哎呀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买过、哦。咚咚咚咚咚，亮色。哦，记得。哦，我的钱呐、啊，拿去抖内喽！哎呀，抖九亿喽！哇，这个点是绝对到不了的。我好像只有我能到啊。嗯，发财了 ！IP 闪电，我好像还有一个导演、欸、没有制服。大概两间哦。我还是有第二。不要吧。你只能飙车喽，你连飙三个回合就到了吧？哦，飙起来喽！再会喽，各位。十七耶，溜了耶！上飞机，又要上飞机。羽田机场，还是你应该先去六本木需要拼一下。哦，钱太多了。哦，你刚刚不去六本木看看哦？六本木银座都不错哎、欸，那过了吧，先过去吧。护盾，等我拿完之后，我再一次回来 shopping。我要直接买下东京其中一座。人终究还是要回来的。发给你吗？不要传给我啊！六波。走车里会有什么好看的呀？小商店吧。高崎是啥呀？还有草津哎，草津被人买了。
因为太远能找商店。哇哇哇！哦，哇、啊！大海又到了。终点戒指，终点戒指来两个，霍顿一定得要的。还配两个骰，配一个骰吧。魔女之斧也给他压一下，对阵对绝用的。哎，我想一下，来啦！哎，还可以再买，我看一下。哦、可以买这么多，身上是空的。对，谁买烂的？怎么买那么多？烂的。充好了，充好了，还是需要。哇，买满喽！附身火箭为什么这么多个啊？没事。又回到他身上喽！两个道具吗？啊？这样吧，感觉差不多要八八八八了。雷克斯博士，雷克斯博士来了，小旋风继续卷。风神开始被卷了欸，道具店没有道具店啊，这里啊，我要回东京了，东京是我的家啊，只能走过去。啊，对哦，我刚刚为什么不抢你的女人啊？哇，是为什么嘞？刚才走过去的。啊！哒哒哒哒！哦，大钱豆！哇，61亿呀、啊！你今年是完全追上嘞。哎、欸，八步。嗯，你在三个回合，理论上能到。哎、欸，又是这里耶！这里我很熟哎。啊，又来啦！啊，我信你了。莫顿。哎、欸，还是你要先过去，过去再破。啊，不然先过去。来喽！咻！来啦，要借多少钱？你说啦。十亿吧 ，OK 吧，大海。哎，十亿小钱啦、啊，七亿啊，你只要七亿还呀？七亿还行吧。八折，一定要打八折的呀。我入账先给他吹了呀。完了呀。室友，哦，蓝猫。换这样吗？室友不要了，不喜欢室友。冲！直冲到这里！咚咚咚咚咚！别、okay, 这，真的有道具店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不要闹，在努力冲哦。人生还长，还长。要40岁了呢，要40岁了呢。哦，这几年好 peace 啊，大家都是稳扎稳打的赚钱，哎，沉稳了呀。39岁，39岁已经沉稳了啊。动物园，白虎宝宝，哎，耶、yeah, 啊，谢谢。农村之声，农村哦，哎，布丁，农村其实加减赚一赚也蛮多的，两格，拼了吧，36可以到呢，到我这呢，哎，哦、这到底是啥腿？哎，啊，他怎么要叫我上飞机了？我刚刚不应该下，根本就走错地方嘞，哎，没事啊，那个也不相当值，这个。
在这边吧，还远的嘞。哦，哪怪物？哎，完啦，又恢复啦。无满，到不了，到不了。他当然是到不了啊！说啥嘞？有路障啊！哎，有路障啊！有路障啊！不对，不对，两啊，路障啊！哦，他也补满了，还有56亿，还是借，先去跟他借一下。我过去跟他借点钱吧。我过去跟他借一点嘛，零钱。小借一下，喷光啦！啊！前进，挺进，这里耶！前进道具店。哎，啊！怎么上？你觉得这？我觉得这，上飞机吧。可恶，我还是有去另外一个。这么远，另外一个。我这边比较好绕、啊，我记得这边比较好绕，机会多一点。我现在地上钱都这么多。要是有金色阿后裔，哎，其实踩这家伙踩了几次就到了一个点，踩三次就是一个点。人也是七，这边我看还是买道具吧。噔噔噔噔噔，你的路障是下一回合吗？应该是这个回合，下一个回合消吧，下一个回合吧。嗯，应该是下一个回合。怪物，好、哦、八倍，哦，哎，Saga， 哎，八亿，开偷，哇，他要开偷了，哎，他来，哦，我这几年好穷啊，我独占还被破。继续破，大凯，你在破盾，另一个在混啊！我找道具店，是假装有在帮忙。哇、哦，三步哎，太准了，大凯！哭啊！要不没有路障就到了、欸，哎，好可惜哦，怎么会有路障啊？真的哎，会有哎，哦，怎么有独角兽？可惜呀、啊，可惜呀、啊。没事，他迟早会叫，你小心。啊，我的房子被卖了。临时收入，到底到不到得了啊？道具店啊？哎、欸，哦，哎，哦，怪物研究所。宝可梦研究所竟然不买、啊、哦，怪物研究所，感觉会送我怪物之类的。哇，怎么这么贵啊？这个东京这一区，6分。这里感觉先买到五。来了。哎、欸，公寓比电视台还贵。1000亿，高级公寓耶。哇哥，哦，那一间我先预定了。那间我好像看过、哦，房子是旋转的、哦，那个大楼公寓都是旋转。哇、哦，主播，哎、欸，小石。哎、欸，你不到，他要那个喽，独角兽叫喽、欸，让他到也是一样的、啊。我把他钱全部偷过来，咚咚咚咚，他那点也没买，一个16，哎，梦想16个，哎，开赛，哎、欸，好，9个，很近，哎、啊，哦，小品，哎呀，
哎、欸，你怎么不用啊？啊你可以用折扣去买道具，不是吗？算了，我那一点点，只那一点点，算了啦。不缺，我有钱，我有的是钱。财富自由是不会理打折的，夏季特卖都不可哭啊！哭啊！又是我家。什么角色叫了？叫啦！啊，正义必得伸张，继续破。啊！像万岁！哈喽。啊不要，鹿儿岛！嘣嘣嘣嘣鹿儿岛为什么跟小丸子老不是小丸子啊？这个蜡笔小新老了之后啊，这个是直接有个蜡笔小新的铜像哎、欸。嗯，蜡笔小新多少钱啊？100、240、很贵。哦，骰子杀手！哇，哦、骰子之王！噔噔噔噔，我被附身合体了。下一个点。哦，东京。的右边。还蛮近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是在东京哎、欸，我看得到，是吧？可以到的，仅仅可以到的。可恶，我这边有点尴尬。赚钱肉，赚钱肉。六。哦，1000万。我要去大，哥哥。六个，哎、欸，你就六个啊？要不然你直接丢给大凯，送你了，大凯。完啦，塞传球！哦，哭啊！哎、欸，问到道具点，不好，不管啦，买道具好了，三格塞。你这3亿耶！我怎么变穷啦？不过这边很好闹，那奇怪，我怎么那么穷啊？第二遍被盗。我毕竟现在是穷人呢、嗯。你也是穷鬼啊！啊你也是穷鬼啊！还敢说话、啊？东京，不要看了啦，不要想了啦。看一下东京，逛一下。啊，帮你逛一下东京啊。对啊，逛一下不用钱啊。体验一下自己的无力。哎、欸。东京其实根本没有人买、欸，哎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印象中好像有人买过啊。哦，你是不是胖子给？东京应该是完全没有人到到过吧？我印象中有人買過。沙泡尿，哎、欸，你处理一下大凯。我是很想处理的。来呀、啊，换啊！大凯有点太得，也真的是有点太得意了。来了，300亿给你啦。骰子你拿走啊！骰子我拿走。思考一下，这样应该是我赚吧？来啦，7步啦！哎、欸，5步，那我要传给你喽，传给你喽。我去买又可以。闹科里人，闹科里，我现在你刚刚蒙住。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哦，温泉，又是温泉。哎、欸，希尔顿岛。哎、欸，阿沃手，我的盾没了。希尔顿岛啦，东西拿来。希尔顿，那我可怜。丸子店。希尔顿没了呀，我看看。哇，其实没有什么那个呢。你、欸、先追吧，先追好了。里面怪物收藏家，哇，过去没有用呢，这
这好像也没有用哎。怎么说？刚刚你怎么处理了？我也没怎么处理啊，根本就没逮到嘛。他追上来嘞！他竟然敢来追我！大海，你走错了。哎，大海，大海，左边左边，上面左边。大海，这里周围，大海去控制。哎，你在哪里啊？哦，你看你看到我在上面呢、啊，右边上面哦，大光头，哇，你死透啦、啊！你以为你的速度有我快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知道科比是谁的三彩多吗？嗯，哎呀，你的运气不行啊！我上面好像容易被绕哎，右边没有啊，你走哪里都会被绕啊，大概。没事，我继续转、啊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多转一点，我等一下一只手全拿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你以为你的这个小猪人？哎呀，阿 Z 该到了吧？拼了吧，阿 Z！ 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！发布。哎、啊，到了、欸。他竟然还敢问我要不要坐飞机啊！对对，走上面吗？现在到了，这边绕一下吧。哦，你看上面是绕一圈吗？哎呀，抵达，顺便睡一下兵役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你睡了，你给我乖乖睡觉，臭狗。完蛋了，感觉是金骰子今天该出了吧，好久没出金骰子了啊，垃圾，又是我哭啊，算了，魔术师黄金人鱼，魔术师都要变你个道具出来，魔术师真的很好，哎，东京他嘞、欸八王子哦，这个可恶，我要被睡了，也算是有点价格的地方。哦 ，shopping shopping shopping， 睡觉啦，完喽，蓝猫发动，又有自动吗？可怜啊，丁义，我看我这几个月要被睡在这里。三个月啊，三个月啊，大概你还想走，你要甩到刚刚好啊，你做啥呢、嗯、你还想走，你走不掉啊，你去哪里我永远都不、哦、你还跟总统打保龄球耶、欸、动物园开始养企鹅了、欸、大概养了多了嗯、大概多赚一点吧，我来了，你有的我都有。你跟我差五格，你这样子跑过去。刚、okay 啊、好啊，你死够了。哎、欸，啊，好、啊，回家。不行嘞，好远啊、喔。怎么算？刚刚不好啊。慢慢绕，你尽量绕。太远了，实在是太远了。来啦，魔术师拿着啦。魔术师先拿着吗？魔术师拿着啦。哎、欸，可以补盾嘞、欸。哭啊，这就好啦。嗯，是啊，魔术师赚呢。魔术师也不是哦，还帮我买东西。完啦，你别想走。哎、欸，哎呀，今天还没有教训地狱田中人哦。真的、欸，你这么久啊，可惜呀、啊，还是被我们抓到了。哦，他坚持了五年没被我们遇到哎、欸。但时间还是来临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刻还是来了，机器人涌入视频第一名，458页。哈扎哈扎哈扎，我还有钱。我是终点戒指，直接过去喽。哭啊，大海溜走喽。啊，走远点，不要睡，反正
哭啊！不是又不能连续睡，我追不到大凯啊，他独角兽要叫了。哦，九亿哦，困啦，你的困，为什么回到？你怎么醒了？大凯去哪了？我溜了，怎么去哪了？我溜了。你有的东西我都有，你知道溜去哪里？我早就溜了呀。该不会你用终点戒指吧？我也有啊，大凯。算了，我在踩加号。你三百，我也三百。你终点，我也终点。你还想跑啊？我在东京附近啦，看你是追得快还是我花得快。哦，我被吸走喽。蓝猫，来蓝猫，不可能吧？哦，爆炸鼹鼠，咬咬，我小心，不可能啊！为什么蓝猫睡你一个回合你就醒了？金贝贝是不是啊？哭啊，还被偷钱！哦，我的钱呢、啊？哦，你以为你追得上？不可能！看能不能刚好踩在他头上啊？哎。啊！我不打喽，不打喽！哎、欸，是不是有盾就会出这只啊？很神奇！我不打，他就是来解决我们的盾牌。你会不会刚好飞在他头上、啊？没有，变热色喽！哎，我的超一个终点戒指变这么色哎！独角兽不要啊！大凯，你不要到了，你死透了！你还敢到终点吗？我要到了！哎呀，你没有压力的呀，我这里直接抽，你不可能运气这么好，直接攻啊！哇！大凯又到啦！对，就绕这，就绕这，刚刚好。哎、欸，大概是兔子。感觉你先往右下，下面绕一下。我这边绕吗？有料哎、欸！我还说右下那个是不是八七？很像，很像，是不是右下也可以绕到？说不定。不学系。有可能八王子应该是定义的解啊，八王子已经被买完了。它不是上面是黄色的吗？没有，是定义的家吧？它只是代表说这个没有被独占而已啊。我记得这一天被买完。鸟人来喽 ，Q 到尽喽，你快追啊！我一定追他，追到天涯海角啊！哎，女人。嘿嘿，又是女人呢、啊！哎、欸，又在旁边呢、欸，在旁边呢、欸，又这么近哦！这个人是不是疯了？这个主播是不是疯了？他这样很会丢哎、欸！他也陪我们玩四十年了，其实也蛮远、嗯。他年纪也大了。哦，这边是他丢了四十年的飞镖，越丢越准了。太神奇！十格，只要让我甩到十格，哎呀，还在做梦，哎呀，还在做梦，十格，跟他差十格、哦。那我甩到十格，你就栽。哎呀，你东西先给我啦。哎、我有盾啊，你还想搞啊？啊，破盾的、啊，出发了啦，按、哎、一下哈。自爆喽！冲啊！哇，那自爆君怎么醒着呀？没想到吧？这次我扣了两年呢、欸。我的眼里啊，对，他好像单杀了吧？这样。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，单杀。完啦！一直以来非常感谢你。爆！哇，被秒啦！还哭啊？嗯。要被裹尾刀嘞！尾得到，尾得到。你以为你尾得到？你就看我 会睡到你。你走开啦！不用硬硕哎、欸，不用硬硕哎、
你绕一圈回来应该可以吧？往下吧，往下吧，干嘛？干嘛？这样两个。我你还可以丢啊，他那个丢啊，我逼呢，你给我乖乖睡觉啦！你以为金贝贝很秋哎、欸？完啦，冰你又倒啦！嗯，那就换我打了吗？换我了，换我了！新年快乐！40岁还可以领红包哎、欸！给我红包，给我红包！给我给我，完了！我、哦、给个10亿，你对吧？叫那些6岁小朋友多给我包一点，弹力布丁啊！弹力布丁不行啊！点滴，你要标了吗？就十格啊！十格哎、欸，也刚刚好。你想去工具吗？不然你可以让小偷君拼一下。那不用嘛，他那个好像还只有差一点点。我靠，差一滴，刚好就差一滴耶！叫你们总虚，工作工总虚，20亿。啊，他怎么那么穷啊？对啊，这怎么那么便宜？大开，哪里走？十格，哇！你死套了，兄弟！啊，我值，我干的。啊！哎呀，冲啊！不可能啊！完啦！完啦！小偷去！鬼偷！哇！多少？600亿啊！600亿，对。哎呀！哎、欸，大凯每次都只被偷一半，我只有看过第一被偷全部哎、欸。我只看过我被偷全部还变富。来，大凯，你想去哪？我继续跟着你。哇！你还能去哪里？我就看看你还能去哪里。我有盾啊！你要拿我东西啊！我是富豪妾子啊！哎、欸，你富豪妾子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哇，我是大官杀哦！哦，一步哦，你就走一步，我相信日野没人买过、啊。哎，哎，真的、欸，哎，真的、欸，哎呀，他没钱、欸，我是穷鬼啦，好爽、啊！哦，我不动了。我也不动了，他卡在那里，我也过不去了。哭啊！点在哪里啊？马上要搭飞机，看这样子。对啊，怎么可能？我刚刚看不是蛮近的吗？为什么要搭飞机？好像就在左边吧。他刚刚也想叫我搭飞机。ZZZZZ， 金贝贝醒不来了。啊！给大奶花完呢、欸。我溜了溜了，你去弄定义啊，跟定义接一点。嗯，哎呦，为什么后面那只一直要吃大便？好，可以。完啦，哭完了。太大了，等下就要动。千万不要太高，一大四。哎，可以，来，我们先给你们钱吧。你要赢嘞，我们互赚嘞。给他甩五，你有6啊？现在比小是比小，现在比大啊。嘿，别！哎，没有、欸，没有、欸，比小、欸，哎，比小，还是比小、欸，回礼200亿，能比啊？我女郎，哎，丁义是有道具的吗？有，他刚刚在 shopping 过哦，空的，啊？被骗喽！你呀、啊他 shopping 过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没了，好奇怪。我根本没 shopping 过。100亿耶！完喽！哦，图研究厂，就算你买完了，我开始搞科学研究嘞。大业，好想用飞弹把你们炸进医院里面哦！直接用那个吧，直接用核弹把那个夷为平地吧。哦，船走吧。
我想把你家鱼肉，你也加。可以可以，反走还不两步，不两步。那很变近的。我就在旁边。变近的，超近。这鸟人跟我妈挤的，我早就加入鸟人帮了。叽叽喳喳，叽叽。你醒啦，金贝贝。来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穷啊？你刚刚还叫我去偷他，在上他怎么他怎么可以这么穷啊？两亿，回礼，臭狗回礼，你收了七亿，满意吧？哦，十亿。这都超贵的，没事啊。看来好像你没什么。还是你再偷我一次，我刚好捡到。你只能慢慢走了。追不到了，我和独角兽啊！我原来这么远哦，我以为就在旁边呢。哎。大凯，请你近一点吧，你先近一点吧。我溜了，我溜了，你不过来，我不过去，我溜了。完啦，都是被偷啦。哎呦，你还有道具啊？你还有什么？哦，操！刚玩上被偷啦。我这只猪要发力哦。你要偷他18亿喽？没有没有，我等你们发大财，我来个 combo。我发大财之前先买点东西，竟然还能买，不可能低估我吧，毛超级二神，这鸟人我跟他妈挤的呢，你还能买，对，你没有鸟人不可能，他没有鸟人，我跟他妈挤的，我不想要这些东西了，回去喽。棒棒棒棒！西瓜酸呀，酸呀！哦，好远呐、啊！斩杀线嘞！你快到了！嘟嘟嘟嘟嘟。猜得，我现在也没钱了，我哪猜？你好穷啊！有没有岛啊？岛在哪？来，买个加号的啦，小赚一点啦。六亿。年度总结。有钱嘞，有钱。过了那个200亿，大凯应该、我应该是往后了呀。我还是第一耶、你跟大凯怎么差那么多？大凯怎么赚那么多？我还是有钱的，奇怪，第一耶！大凯也赚太多了吧？我可是狠狠的发育的呀！如何？40岁了，要到这个点吗？40岁了呢？40岁啊？差不多要睡了吧？差不多了吧？看我闪到哪吧，又到你的最后一闪吧，闪了，又到了我最关键的时刻了。对，你其实没有什么好闪的。哎呀，刚结算嘛。哇，渣都要偷哦，你这么多。要偷一顿啊！都是我的，全都是我的，哈哈哈哈。完了，吃团第一了呀，65亿、我好穷哎，其实，我觉得第一会被偷全部哎，105亿，怎么说？我第一次一半我第一次一半，偷一半，第一次被偷一半哎，不然那个吧，那个就到这吧，都偷一半而已，下一次吧，继续吧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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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储存啊，储存啊，储存啊，都抽一半，不好玩啊！轮到我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轮到我了，我轮到你了，大哥，关了吧，关了吧！打个怪，我上去打个怪，先看一下打多少。哎，如果是一倍，我们再来看嘛，对不对？一倍，我们再来看。哎，三倍啊，那没办法呀、啊。继续走一下，继续走一下。哦、哇，好累哦！哦哦，我把游戏关掉了，我把游戏关掉了。哦，这好累哦。吧，我一定要睡了。够了，我要睡了，我要睡了。哎呦，我已经关游戏了，我已经关游戏了。我直接下一个人了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看下一个人是怎么样的。我关人类。对啊，下一个人会决定吧。哎，今天你应该累了吧？哎呀，你今天也开了说啊。哎，好像累了，休息了。我今天打很久了，今天还先玩了音乐游戏，累了。哎呀，收工了。大凯为什么被偷了那样子，然后你还有那样子？我也觉得不太可能，他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多钱。那好可怜，你还有比我多50亿。他那个时候我印象中他不是才我们去年他才3500亿耶，也就是说他那年他赚了700多亿。连踩三个点是不是？下一季要回锅战役，那肯定啊！战役这么好玩，我一定要玩。